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ea vast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I vow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上人，各位善知识，今晚我们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我们现在呢，还在续分。佛要讲这部经，什么原因使到他要讲？所以一开始呢，就有先证明的一个序哈，就是正信序，就是有参加这部经的听众，也有讲法者，还要有时间，还要有地点，啊，还要有信心。这六种成就了才可能讲一部经。那么我们现在在看的是属于发起序，就是发起这部经的一个因缘。那么首先呢，是为什么佛会讲这部经呢？是有原因。然后呢，他要讲之前，他就现了一种瑞相。我们复习一下佛所现的瑞相。尔时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尊者阿难，成佛圣子，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那因为佛现那个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就是现出呢非常欢喜庄严好看的样子，从来没有看过佛那么庄严过。所以尊者阿难呢，就默默中呢有佛的加持，叫他起来问问题，所以他从他的座位站起来，偏袒右肩，长跪合掌，就对佛请问问题。我们看，今日世尊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如明净净，隐藏表里，威容显耀，超绝无量，微尘沾睹，殊妙如金啊。阿难就对佛说呢，我今天看到世尊哦，六根啊，眼耳鼻舌身哦，五根都是越狱，非常的欢喜的样子，而且呢没有一点好像现出可怜的样子。有时候佛会现出悲哀的样啊，因为众生苦嘛，不过现在今天呢，佛是非常欢喜的样子，没有惨，很惨的样子，然后呢又放很庄严好看的光，然后原貌呢也是非常的庄严好看，很欢喜的样子，那么放出来的光很光明，然后又照到自己的脸色，整个身体又很庄严好看，所以威容就很显耀了，比平时更美更好看，因为放了那么美的光，超绝无量了。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佛像今天这么样好看，这么庄严，这么开心的。为然大圣，我心念言，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那么阿难尊者就想说，世尊啊，现在呢弟子只有想一件事情，我在想为什么佛这么庄严好看，一定是世尊现在住在一种奇特的法上，好像入定这样子啦，可是是住在一种很特别的法，有四种特别法。我们看，今日世雄住佛所住，他说今天世雄就是指佛，佛的另外一个名号叫世雄，世界上的英雄，您一定今天是住在诸佛所住的境界，就是住在大涅槃的境界。然后第二，今日世眼住导师之恨，今天呢世尊您也叫做世眼，世界上的所有人的眼睛眼目，你能够指导众生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嘛，指导人家走正道，所以您是住在导师之恨，在引导众生离苦得乐，您是住在利他的行为上。
所以这么庄严。第三，今日是应住最圣之道啊，他说佛呢，你也是世界上最应圣的人，你可以住在最圣最殊胜的道上啊，最殊胜的道路上呢就是菩提道了，最好的道就是菩提道了，不是我们这些一大堆什么 highway 啦，加烂这个加烂那个啦，不是那些道，那些道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呢是菩提道。那么我们也不要住在烦恼道，可是佛现在这么庄严好看开心，是因为阿难尊者认为佛是住在最殊胜的道上，已经证到菩提了，这个也是自己的利益，自利的得恨。然后第四，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他说呢，佛您一定是在做如来的得恨的事情啊，行如来之德。那么天有五种天啊，他佛是天中之尊，所有的五种天里面他是最尊贵的那个天。那么四，第一个天叫四天，就是指说世界上哪一种人呢可以得到天下呢啊，四天的意思呢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他的天下，那当然就是人王咯，人王就是世界上的整个天下都是属于他的嘛，他是最最高的啦。然后第二个叫升天啊，升的天下是谁呢，就是天上的那些王啦。然后净天，清净的天下是谁呢，谁是最清净的呢，须陀洹就是初果阿罗汉，还有二果阿罗汉，三果的阿罗汉跟四果阿罗汉，一直到毕支佛，这些二乘的圣人都是清净的天下，没有人比他们更清净。然后第四种天呢叫做一天，就是 meaning， 谁是得到所有意义的天下呢，就是菩萨咯，所有的道理所有的意义呢，最高的最好的意义就是空的意义。那么只有菩萨是智慧最高，在众生里面比阿罗汉还高，他能够了解万法本来是空，所以了解万法本来是空哦，你就可以离开一切的苦厄了。就像心经所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你要把你的痛苦度掉啊，没有痛苦没有灾难的话，有灾难来你也不会痛苦，痛苦现前你也不会痛苦，那你必须要有智慧看空一切啊，照见五蕴皆空，把你身体也看空，你的感受很辛苦，你的感那个辛苦的感受也看空，开心的感受也看空，你觉得好觉得不好也看空，这一切色受想行识都看空，这种人就没有苦没有厄难的啦，没有灾难。那谁能够做到这一个呢，就是菩萨们哦，好像观世音菩萨这样。为什么他们那么快乐那么自在哦？因为他们是一天，是属于呢意义的天下，他们得到意义的天下，所有的意义他们都通了。然后最高的呢叫做第一义天，哇，所有的意义所有的 meaning 里面最大的意义呢，最高殊胜的意义就是第一义，第一义的天下就只有佛了。佛是完全的了解第一义地的道理，他不但知道万法皆空，他还知道佛性是不空。那所以呢，阿难尊者认为佛现在是住在呢行如来之德，他呢用他的佛的德恨可以度很多众生。佛用什么德恨度众生呢？佛有很多力量，有实力，有四无所畏啊，有十八不共法，有五眼六通四无碍等等的那些力量，可以呢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然后阿难尊者就想说，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都互相想念的，是不是今天佛你在想某一些佛啊，所以你才这么开心。何故威神光光乃尔，他说为什么今天呢你放那么好看的光，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威神很好看哦，珠根月玉姿色清净光颜微微的样子，一定是佛你在想十方诸佛啦。
然后我们继续读来。于是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诸天教汝来问佛曰：自以会见问威严乎？所以佛就问阿难哦，是不是天上的人叫你来问我这个问题，还是你自己的智慧来问我为什么今天威严这么好看呢、啊？很有威严呢、啊。阿难白佛：吾有诸天来叫我者，自以所见问是义耳。阿难就对佛说：没有天人来叫我问问题，是我自己看到佛今天呢刚猴台，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啊。佛言：善哉，阿难，所问甚快，发生智慧，真妙辩才，悯念众生，问思会意。佛就说啊，真好啊，阿难啊，你问的问题啊，让我非常的开心，很开心，因为你真的是充满智慧，才会问，讲提出来前面呢，说佛的境界，佛是住在奇特之法，佛是住在诸佛所住的境界，然后佛是住在最胜之道，佛又是行如来之德啊，等等的。啊，这五种的佛的那个境界你都有办法提出来，你真是很有智慧，而且呢讲的那么标准哦，真的是很有真正的微妙的辩才啊。而且呢佛也赞叹他，你问这个以上那个问题哦，问说佛啊，你是不是住在五个境界啊，然后你是不是在想十方诸佛啊，你这样子问这样子的问题是很有智慧的问题，而且我知道你是怜悯众生而问，想要呢借这个机会呢让佛来开示很重要的法来救众生的，所以你问得很好。那么佛就告诉阿难呢，开始他要讲他来人间的目的了，为什么今天这么开心啊，因为他来人间的目的快要实现了，真正的实现了，所以他当然很高兴了。我们读这一段来。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世光阐道教，欲整济群蒙，会以真实之力。英文： As the Tathagata, I regard beings of the three worlds with boundless great compassion. The reason for my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is to reveal teachings of the way and save multitudes of beings by endowing them with true benefits. 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了解佛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是以什么心而来，跟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出现在这个人间，是不是大悲心而来的呢？还是业障拉你来的，业力拉你来的，还是你的大悲愿拉你来呢？又不同哦。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佛跟我们来人间的目的实在是不一样哦。你看，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一世。如来，我是因为有无穷无尽的大悲心，可怜呢这些轮回在三界的六道众生，所以才出现在人间呢，为了救众生而来，不是业障拉我们来轮回投胎的，不是的，佛不是那样的。而且他来人间是为了做什么事呢？第一，光阐道教，他要发扬光大佛道的教理啊。佛所修得到的那些教理，他要呢弘扬出来，让众生知道怎么修道可以成佛。欲整济群蒙，我也是为了要救度这些群蒙，就是所有还在愚痴颠倒的众生呢、啊，我要整济他们，然后会以真实之力啊，我要呢赐恩惠给他们，我要给他们得到真实的利益。佛要给我们真实的利益，绝对不是只是给你学了佛之后啊，身体比较健康，学了佛之后呢就福报多一点啊，一切都比较顺，不是这个，这个不是真实的利益。佛要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就是学了佛之后可以成佛，成佛才是真实之力。这个就是法华经所讲的，我们看回法华经那个 part 好了。佛会给我们什么真实的利益呢？在《法华经方便品》呢，佛有告诉弟子们呢，他本身的知见是跟众生不同的。佛所知道的东西，所看到的东西，跟我们凡夫所知道、所看到是完全不同。我们是井底蛙，佛呢，真的是看整个法界，我们是看那一口井的境界罢了，很不准的了。
很假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舍利弗，如来之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Shariputra,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thus come one is vast, great,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He has profoundly entered without boundary the unlimited, the unobstructed, the powers, the fearlessness, the dhyana concentrations, and the samadhis of liberation, accomplishing all those dharmas never had before. 佛告诉舍利弗说，如来的知见呢，是最广、最大、最深、最远的，是无量的知见，无障碍的知见。他有实力，是无所谓，有禅定，有解脱，有三昧，能够深入无际啊，可以深入这些力量啊、实力，还有无所谓的禅定的，他都可以深入禅定，深入解脱三昧，深入实力这种种的力量啊。深入到没有边际的那个地方去，他已经能够成就一切未曾有法，一般人都没有得到的力量佛都得到，就是因为他知见很广大深远。然后呢，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 Shariputra, the thus come one is able to make various discriminationsClearly speaking all cleverly speaking all dharmas. His speech is gentle and delights the hearts of the multitudes. 佛又告诉舍利弗，刚才是讲他个人的知见很广大无碍，他有办法深入种种的禅定啊、解脱三昧啊、实力是无所谓等等，这是他个人的力量。然后现在他还继续告诉众生说，他不但呢自己有很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还可以呢把自己所得到的法也传给所有众生，让他们也都能够呢照着去修，以后跟他一样有这样子的自在解脱的力量。所以他说，舍利弗啊，如来能够啊用种种的方法去分别啊分析，用很微妙微窍的方法啊来讲种种的法。那么佛讲法的时候，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啊，所用的词句啊，都是柔软的，众生听了呢都很欢喜的。舍利弗，取要言之，无量无边未曾有法，佛悉成就。 Shariputra, essentially speaking, the Buddha has fully accomplished all of those unlimited, boundless dharmas which have never been before. 所以总而言之，佛告诉舍利弗说，有无量无边呢众生从来没有得过的法，我已经成就了。然后我们看，你看，子舍利弗不须复说，所以者何？Shariputra, there is no need to speak further. Why is this? 讲到这里，佛就讲 stop, 舍利弗，我不要再讲下去了。他说，为什么我不要讲呢？我们看呢，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As to that foremost rare and hard to understand Dharma accomplished by the Buddha,Only the Buddhas and the Buddha can exhaust the real mark of all dharmas. 他说，我不要再讲下去了。为什么我不再讲下去有关我佛的境界呢？因为佛所成就的法是什么法？是属于第一稀有难解的法，众生很难理解的法，我不需要讲，我讲你们都不明白，没有用啊，对不对？不用再讲下去了。然后呢，而且呢，只有佛跟佛十方诸佛才能够完全哦究竟的了解诸法的实相。那么凡夫的不了解诸法实相，我们只是认假不认真了，见万法都是很真啊，其实是很假。我们就很认真为每天所看到的东西、听到的声音，为他哭，为他笑，为他烦，为他忧愁，有没有？凡夫就是这样啊。那我们就是不懂实相嘛，只知道假相，然后又把假当真，然后就为他哭，为他笑，这样子。这凡夫就是很可怜啊，每天呢烦烦恼恼，
就是因为不了解诸法的实相，只知道假相，又被假相迷到死死、啊、所以他说像这样我了解诸法实相你们一点都不通，我讲也没有用啊，只有诸佛才能够完全了解的，那我成就的就是这种众生不能了解的法，我不用再讲下去了，讲你们也不明白、哦、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 That is to say with regard to all dharmas, the suchness of the marks, the suchness of the nature, the suchness of the substance, the suchness of the power, the suchness of the function,the suchness of the causes, the suchness of the conditions, the suchness of the effects, the suchness of the retributions, and the suchness of the ultimate equality from beginning to end. 那在这里呢，他也只是讲个一个大概啦。实相是什么？实相有十个，十如是，十种如是，本来就是如此的，如是相、性、体、力、作。然后因缘果报，最后一个呢是本末究竟等。这个我现在不想讲，我讲弥陀要解的时候才说。尔时世尊欲从先此意而说偈言，好，我们来读一读来。世尊不可量，诸天及世人一切众生内，无能知佛者。佛力无所谓，解脱诸三昧，及佛诸语法，无能测量者。本从无数佛具足行诸道，甚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于无量义劫行此诸道已，道场得成果，我以悉知见。如是大果报，种种性相异，我即时方佛，乃能知是事。是法不可是，言辞相即灭，诸于众生类，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性力坚固者，诸佛弟子众曾供养诸佛，一切漏已尽，住世最后生，如是诸人等，其力所不堪。假使满世间皆如舍利弗，尽失共堕量，不能测佛智。正使满十方皆如舍利弗，及于诸弟子亦满十方刹，尽失共堕量，亦复不能知。必知佛力智无漏最后生，亦满十方界，其数如竹林。师等共一心，于亦无量劫欲施佛实智，莫能知少分。心发意菩萨供养无数佛，了达诸意趣，又能善说法，如道麻竹尾，充满十方刹，一心以妙智，于恒河沙劫衔接共施量，不能知佛智。不退诸菩萨，其数如恒沙，一心共施求，亦复不能知。又告舍利弗，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唯我知事相，十方佛亦然。舍利弗当知，诸佛与无异，于佛所说法，当生大信力。世尊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告诸声闻众，即求圆觉乘。我令脱苦福，待得涅槃者。OK。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很好，不错。你们看这一段你会更了解佛啦，不然呢以为佛是什么也不清楚。现在呢佛在这边他要入涅槃之前讲了这个法华经啊，就是把他的秘密告诉众生。他说世雄不可量，及诸天世人一切众生类，无能知佛者。他就告诉舍利弗还有当时听法华经的大众说，世尊我是世界上的英雄，刚才无量寿经世雄是怎么样的，今日世雄怎么样，住佛所住，对不对、啊、住佛所住是住在大涅槃。然后佛在法华经里面呢，他讲说哈，我是世雄，我是不能够给任何人来衡量的，所有的天人、世界上的人，还有一切的众生，不管哪一类的众生，他都不能够知道佛的。佛有什么呢？佛的力量啊，
是实力，有十种力量，很不可思议的，还有是无所谓的力量，什么都不怕的佛。然后他有解脱的三昧，种种三昧哦，让自己解脱，没有烦恼。还有佛，还有证到很多法，这些佛所证到的法是没有人可以测量哦。佛，你的解脱是不是到这个程度而已？这样你就不解脱，是不是？你不能衡量出来，你也不能够衡量佛你的实力，你能够知道很多事情。那么我再问久一点的，你就可以知道吗？他还是可以知道了，你没有办法说，衡量出来佛的力量只是到某一个阶段，没有。像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对不对？科学家你再问他更难的，他就答不出来那个答案了，就是他们的智力有限，而佛的力量就无限，没有办法测量出来的。为什么佛可以这样吗？他说我自己本来啊，为什么可以得到这种大的力量，是我从无数佛具足心足道嘞，行诸道，我本来就是在无量劫行菩萨道的时候，我是跟无量无边的佛那边去修，在无数佛那边，在他们面前修种种的道，具足，修得很具足了，我才可能今天成了佛，有这个力量。然后甚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我所遇到的佛法，我所听闻的佛法，我所得到的佛法，都是甚深的微妙不可思议，很难令人家看得到，也很难令人家能够明白的法，我都已经证到了。然后呢，我也曾经在无量劫啊，无量亿劫呢，都所听过的甚深难见难可了的法，我都见了，你知道吗？我们还有很多经法没有听过，哎，对不对？大般若经你们也没有听过，我自己都没有真正去看啊，对不对？所以很多经法啊，难见难可了，甚深微妙法难见难可了，佛都已经在无量亿劫已经修过了啦，这些所有甚深微妙法都已经行过修行过了，所以我今天才在做菩提道场，我才成佛，所以我现在完全知道，完全看到了诸佛的道，诸佛的那个知见。他说我所证到的这些大的果报哦，还有种种的性，种种的相，种种的义理，我跟十方诸佛啊都已经知道这些事，也就是十如是啦，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性，如是相，刚才那个十如是。他说我跟十方诸佛都了解很清楚，为什么这个人会现在这样子呢？长得这个样子，为什么他明天突然间就 accident 呢？或者呢，后天为什么他就得 cancer 呢？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这一切一切，你问佛，他没有不知道，他也根本不用想，他就可以知道，很清楚哈。只有十方诸佛能够了解，完全了解众生的因缘果报，他们的作用，他们的能力啊 ，everything。你们有自己孩子，你未必完全了解你孩子的性格，你也不知道他前世到底是什么变的，为什么这样不听话，你也搞不清楚，对不对？这就是说凡夫是很多无知的，佛呢就 very very clear everything。 但是佛告诉舍利弗说，我所证到的法我没有办法秀给你们看，我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示现给你们看，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讲的，因为呢我所证到的法所有的众生类呢是没有办法理解，我怎么样讲你们也不会了解的啦。除了谁可以了解我所证到的法呢？菩萨。哪一类的菩萨？又不是每一个菩萨哦，要那些信力坚固的菩萨。所以呢，从这里我们要 get 到一个 information， 学佛的人你对佛法尤其是大乘法你要有很坚固的信心，信心到变成有一种力量出来，信根就变成有信力嘛，五根五力嘛，有信根就有信力嘛，那要很坚固。你千万不要学佛到了某一段日子之后呢，你懈怠下来。为什么懈怠下来呢？因为你自己呢对佛法的信心没有那么强了，对呢你的生活上的问题比较有信心去解决，可能现在要面对做工，面对这个找朋友，面对买房子，面对做生意啊，面对这些你很有信心要去追求，要去努力，然后你不愿意努力修行了，就是你的信力已经
减了，明白吗？所以我们学佛人，而且有人病了呢，他也没有办法说，因为病了之后呢，还可以找佛菩萨帮忙，他也提不起那个心找佛菩萨帮忙，这都是表示你的心力不坚固，所以出问题的时候呢，就慌了，然后就问神啊、问鬼啊之类的啊，去找外道啊，都是可能。这就是心力不坚固，所以这样子人永远不能了解佛。佛说的，只有哪一种菩萨，心力坚固的菩萨，永远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诸佛弟子众，而且是哪一类的人能够了解佛呢？这是佛的弟子，曾经供养过佛的人。所以我们要能够呢有因缘见佛，我们也是要供佛。所以从这里我才了解上人多么慈悲哦，他就是要我们早日成佛，所以他要我们每天上供，吃饭之前一定上供，供养十方诸佛，每天这样子供养供养啊，我们就很有那个福报哈，有那个善根来去，将来可以怎么样呢？见佛、了解佛、明白佛，那佛跟我们讲大法，一定通，一定信，不会狐疑不信，不然的话，很多人听得没有兴趣了，不想再听下去了。你知道吗？佛要讲《法华经》的时候啊，5000个人退席啊，不要听了。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弟子，总共5000个退席，不要听《法华经》。那一类人就是没有供养过佛啦，对佛的信心力量不够啊，因为他们跟佛修了一段日子，已经有成就了，他就认为说：“哎，我所学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好啊，为什么佛现在又要讲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法，说这个才是最好的，我们之前那个还是假，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只好听走掉，不要再听下去。所以这个就是心力不够，坚固心不够啊，没有供养佛。一切漏已尽，注视最后生，如是诸人等其力所不堪。他说连那些已经诸漏已经尽了，住在最后生，除了这些啦，除了那个住在最后生的那个等觉菩萨，那么其他人都是没有办法了解佛的力量的。而且他还有很多 analogy 说，假如整个世界上的人每个都变成舍利弗，最有智慧的舍利弗，大家一起，我们都是舍利弗，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智慧来去思量，来去衡量佛的智慧到底有多深，我们一起来去衡量。然后呢，即使是说整个十方世界，不只是我们这个世间哦，十方世界都变成，所有的众生都变成舍利弗，还有其他大弟子，还有十方刹、十方佛刹呢的都是属于舍利弗这一类的大弟子，大家一起来衡量度量佛的智慧，也没有办法知道的。然后呢，必知佛很立根有智慧的，必知佛那些无漏的住在最后生的那些，像恒河沙数像那个竹林那么多，无量无边，大家一心用无量亿劫来去算来佛的智慧到底是有多少，也不能够知道一点点。那么初发心的菩萨已经供养无数佛了，那么又能够明白所有大乘道理的意义，跟呢佛所说的法是要教我们去向哪里，又很会讲经说法的这些初发心的菩萨，又本身供养过无数佛啊，像这样子的菩萨有很多很多，一心用恒河沙劫来去思量，也没有办法知道佛智的。然后已经证到不退位的菩萨，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一心一起来思量，来求佛的智慧到底有多深，他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佛就告诉舍利弗，无漏不思议，那种没有漏，那种不可思议甚深的微妙法，我已经完全得到了只有我知道这个实相，十方佛也是知道。舍利弗，你要知道，十方诸佛所讲的话没有第二句话的，他们所讲的话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所证到的佛智是同样的嘛。所以你们要对佛所说的法，要升起很大的信心的力量，大的信力。然后他说呢，世尊 ，When the world on at once dharma at its end, the true and actual and real must be spoken。说呢，世尊呢的法快要
快要没了啦，我就是要入涅槃了，我要跟你们讲最真实的话了。所以呢，他教了他们四十年才开始讲《法华经》，讲最真实的话。所以那些阿罗汉从来不懂哈，告诸声闻众即求圆觉乘，我令脱苦福待得涅槃者。啊，他就是说，我现在要教你们真正的了生脱死，真正离开种种的苦。那么你看啊，这时候呢，有很多的声闻啊、阿罗汉啊、啊1200位比丘啊，常常跟着佛的啊，还有那些毗支佛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很多人听到佛讲这个偈颂之后，大家都打了妄想了，想什么啊？啊，大家读来，金珠世尊何故殷勤称叹方便而作誓言？佛所得法甚深难解，有所言说意趣难知，一切声闻必知佛所不能及。佛说一解脱意，我等亦得此法道于涅槃，而今不知是意所去。尔时舍利弗知是众心疑，自意未了而白佛言。好，你知道吗？当佛这样子讲之后，大家听的真的是哎呀卡在那里，就想为什么今天世尊特别这样子的殷勤，很诚恳的一直在赞叹方便，他有方便智慧可以度众生，然后又这么说佛 所得到的法是甚深难解的。那么呢，如果我用言语来讲呢，我也没有办法讲出来给你们了解的，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也没有办法让你去知道的。然后还说一切的声闻必知佛都不能够知道佛所得到的法啊，然后呢，佛所得到的解脱呢，我们凡夫，我们这些阿罗汉还没有得到，所以他们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子呢。所以舍利弗才为大众请法，请了三次佛才讲这个才讲这个法华经的。那么佛后来就看他请了法，他就正式要讲了，要讲法华经的时候，同样的就像要讲无量寿经，佛就先讲我来人间的目的。你们看，所以我说法华经跟无量寿经哦，法华经无量寿经是法华经的小本法华一样的，请法请了之后要开始讲，就先讲我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你看这边他答应了之后啊，三次求，求了之后呢，他要开始讲。你看他求了三次啊，然后他怎么交代他？他要讲之前先交代舍利弗，因为他答应讲了之后，有5000个人退席。退席之后呢，这时候佛就告诉舍利弗，你们读。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如幽昙波花，实亦现了。You read this. The Buddha told Shariputra.A wonderful Dhamma such as this spoken only occasionally by the Buddhas, the task come once, just as the Udambara flower appears but once in a great while. 现在注意听哦，你们明白今晚所讲的这个哦，你会就知道你学佛的目的在哪里哦。佛告诉舍利弗，我今于此啊，这个我还没读哈，我应该先读这一段的。尔时佛告舍利弗：我今此众无复之业，存有真实。The Buddha then told Shariputra, My assembly has now been cleared of its branches and leaves, and only the trunks remain. 佛告诉舍利弗说：哎呀，那5000人退席不要听也是好，现在你们这些在场的人都是属于最真实的人，最 qualified 的人，那些枝叶都走了没有关系啊。然后舍利弗：如是增上慢人，退意加矣，汝今善听，当为汝说。 Shariputra, it is excellent that those of overwhelming pride have left. You should now listen well, and I shall speak it for you.佛告诉舍利弗，那些退席的人都是增上慢的人，以为自己呢所证到的已经很好了，不想再听比较深的了。
你们不要障碍你自己做真上慢人哦，听不懂也要学。然后你说、啊、不要了，我这样就够了，我这样子念经，每天这样做功课就够了，不用听那么多经，不用学那么多法，你知道吗？你们这样子会落入真上慢哦，不好要学更高更最究竟的法。所以佛说，哎呀，这些真上慢人走也没有关系啦，也很好啦，他们一年还没到啦，给他走了。所以，但是现在留下来的都是真正有善根的人，所以你们要好好专心听我要跟你们讲。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愿要欲闻。 Shariputra said, so be it, world honored one, I wish joyfully to hear it. 舍利弗就说，当然世尊，我一定非常欢喜想要听佛要讲的法华经的妙义。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实乃说之，如幽昙波花十一现耳。 The Buddha told Shariputra, a wonderful Dhamma such as this is spoken only occasionally by the Buddhas. The thoughts come once, just as the Udambara flower appears but once in a great while. 佛告诉舍利弗说，他要开始讲妙法，他先跟你知道这个妙法是难遇的，难招难遇的。诸佛如来什么时候会讲妙法呢？只有时间到了的时候才会说，时乃说之，时机到了才会说。就像那个幽昙波罗花，三千年开一次花，不是常常开花的，时间到了才开一次，现一现给你看哦，让你呢，来观赏观赏它的美妙，因为幽昙波罗花很香的。我最近就收到一个 email， 他们说台湾有一个人的家有幽昙波罗花开了了。等一下我给你们看。舍利弗，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舍利弗，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Shariputra, you should all believe that which the Buddha says.For his words are not vain or false. Shariputra, all the Buddhas speak the Dharma in accord with what is appropriate, but its purpor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舍利弗，你一定要先相信佛所说的话，我绝对不会打妄语，我讲的话绝对是没有呢白讲的，一定是很真实，可以帮助到众生的。舍利弗，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诸佛常常说法是看众生的根性来说的，然后呢意趣难解，而且佛能够讲出那些法、哦、是让众生很难了解的，有时候、啊、所以者何，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 What is the reason? I extensively speak all dharmas by means of countless expedient devices, various causes and conditions.Analogies and expressions. 因为呢，佛所要讲的法，它的意义呢是很难令众生理解，而佛本身就是万能的嘛，所以他什么都能做得到。虽然呢很难让众生理解，他只好用很多 method 很多方法让你理解。所以佛常常用种种方便法，无量无边的方便法，用种种的因缘、种种的譬喻、种种的言辞来演说诸法。所以你才会看到呢，佛所说的经典里面很多很多因缘，很多很多譬喻哦，啊，杂宝藏经啊，还有什么佛说什么什么因缘经啊，都讲很多很多每个人的因缘啊，他的果报啊，让众生越来越懂得因果。单单因果要让你信，都要很多 bring up a lot of example， 要给你很多例子，众生才能够明白因果。所以佛就是很有耐心。可以用很多种方便法，种种因缘，种种譬喻来描述他所要表达的那个佛法。四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 This Dharma cannot be understood through deliberation or discrimination. Only the Buddhas alone can know it.
而且呢，佛说我所讲出来的法，不管我是用什么因缘、什么譬喻来说，你们听的时候啊，你们没有办法用你们的个人的 IQ 啊，你们个人的思量、你们的思想来去分别、来去了解。如果你用你所了解的知识来去听佛所讲的经法，你一定呢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不是你所能够了解。你会讲是这样吗？我不觉得，我又没有看到，你就很难接受。所以说才难说嘛，只有佛能够清楚明白，佛才讲得出来。可是众生听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你的个人的我见、哦、来去思量分别，否则呢你还是没有办法了解的啊。现在他就要告诉你，他要讲法华经之前先跟你讲他来人间的目标。所以者何？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Why is this?All the Buddhas, the world-honored one, appeared in the world only because o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the great matter. 大家在读这一段中文。所以者何？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如来就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才出现于世啦，来人间呢，就为了一件事情而来。什么呢？舍利弗，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 Shariputra, what is meant by all Buddhas, world-honored ones, appear in the world only because of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of the one great matter? 佛告诉舍利弗，为什么、啊、什么叫做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呢？他就要解释了。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是众生佛之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 The Buddhas, the world-honored one, appeared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y wish to lead living beings to open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Buddhas and gain purity. They appear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y wish to demonstrate to all living beings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Buddhas. They appear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y wish to lead living beings to awaken to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Buddhas. They appear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y wish to lead living beings to enter into the path of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 Buddhas. OK, 我现在教你们背啊，以后人家问你，佛以什么什么大事因缘出现一世啊，是什么因缘才出现这个人间，佛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懂。法华经最重要就是这个四个字，你背开示悟入。你们说请法师开示，有没有就是从这边来的啦？开示悟入， open, demonstrate, awaken and enter, 就是这四个。开示悟入什么？佛的知见啊，你们读开示悟入佛知见啊，佛知见，开示悟入佛知见，就是佛来人间的目的，他要开示给我们，开给我们看，然后呢示给我们知道，然后叫我们要觉悟佛的知见是这样的，然后你们也要进入这个佛的知见，然后你们就成佛了。佛，我们如果入佛知见就是成佛了啦，明白吗？所以也就是说，我来人间的目的是要你们每个人成佛，所以呢佛教徒一定要了解，我们学佛目的是为了什么？成佛，明白吗？不是为了赚大钱，也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也不是为了呢能够呢有很多子孙啊，这一些，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佛教的目的。佛教目的就是要成佛，因为佛来人间就是为了让你成佛而来，为了让你成佛，他就要开打开佛的知见给你看，打开啊，就讲哇，佛的力量是怎么样的，佛的思想是怎么样，让你们听了之后，你们就会清净。所以你来听法，知道佛的知见多一点，你的心会越来越清净。然后呢，他示给你看，佛的知见就是这样子的，先打开，然后就秀给你看，然后呢，就叫你觉悟。以后呢，一到境界啊，要去开悟。佛的知见是这样的，不是我现在所想的这样的。我不需要难过，我不需要太高兴，我也不要那么执着，我要放下。
佛的，如果是佛来看就不是这样咯、啊、你就要去悟，因为你听了那么多法一开、啊、佛听法是开示、okay? 开示就是把佛的知见开出来示范给你们看，就也不是示范了，就显示给你看，让你知道佛的知见佛的想法是这样。譬如、啊、这几天我们讲心经是什么呢，要行什么，行深般若，我们要修深深的般若，然后要修到什么程度呢，照见什么，照见五蕴皆空，对不对，你就要了解咯，学佛的人一定要开般若智慧，然后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佛的自见呢。佛是照见五蕴皆空呢，观世音菩萨也是佛的化身嘛，哈，他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表示这个能力是谁的能力呢，佛菩萨的能力，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而不是我们的能力、okay?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透过开示佛法你了解了、哦、原来呢佛菩萨的想法所知道所见到的，就是他见到万法皆空，五蕴本来是空，我的身体是空的，我的感受是空，我的想法也是空，我的个人的我执跟法执也是空的，不是真的，不要那么在乎、啊、你要了解这个佛的知见是一看一照就是空了，我们还要去、分析分析才知道空、啊、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就从那边慢慢学，我们知道了佛的知见之后，以后要去悟，你怎么样悟你知道吗，可以悟的，你要怎样悟佛的知见呢，你碰到很多钉子你就会悟了了啦，因为觉得行不通，照个人的想法去看世间哦。去过日子很痛苦的，对不对，你就觉得哎呀还是不要用我的思想去想东想西呀、啊、去感受了，还是呢用照见五蕴皆空，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不worry力那么多，明白吗，所以你一定会 awaken， 你一定会悟的，你会觉悟到说还是用佛的知见好一点，本来就空了啊，我现在感受很好，还不是受因，还没有破受因，还是凡夫，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去以沾沾自喜，现在的感受是很 happy 或者是 unhappy 而难过， no need， 你觉得 happy 觉得 unhappy 都是受因，你的受因还没有破，还没有破就是凡夫，还是轮回的种子，你觉得很开心也还是轮回的种子，你觉得很伤心还是轮回的种子，因为那都是受因， feeling skanda， you know it's still considered a commoners who still plant the seeds of birth and death，所以修行人不能有太多感情的 哦，你看即使做好事都不能有感情哦。你看我们行菩萨道，我们或者是说做法布施，你讲法讲法啊，这个是菩萨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嘛、哦、讲经说法 for 一个 example 啦，你讲法讲法哇，讲法很开心，就 feel very happy， 那个还不行，还是 feeling scandal， 还是受因，菩萨没有的，他呢不管呢讲到怎么样他还是照讲，讲得很开心也照讲，讲得不开心也照讲，反正呢他知道是为了度众生而讲，不是为了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我很 happy 我才去做，那你是跟着 feeling 去做事情，那绝对呢还是呢所做来做去还是跟着受因在跑，不是破受因的境界，那还是搞轮回，你明白讲什么吗，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是开始明白佛的知见，然后我们才能够调整自己去悟，悟了之后呢，当你能够把你个人的那个 feeling 啊放下啊，我执就没有那么重，我执法执没有，我们才可能能够呢破无明烦恼，才能够入佛知见而成佛。所以这一点呢，我们现在学到这里呢，大家也应该要知道，我们今天来学佛法就是要了解佛来人间就是为了要度我们怎么样，两个字，度我们什么，成佛，他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而来，是为了什么，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要让我们他、啊、要开示让我们悟入佛的知见，然后得到真正的清净而成佛，那所以这个是法华经所讲，完全是跟那个无量寿经一样的，无量寿经呢一开始因为阿难尊者请佛请问佛为什么佛这么开心，佛就说哎呀你今天问的问题非常好，那他开始要讲我来人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再读一遍这一段来，
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一世光阐道教，欲整济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As the Tathagata, I regard beings of the three worlds with boundless great compassion. The reason for my appearance in the world is to reveal teachings of the way and save multitudes of beings by endowing them with true benefits.会以真实之力，真实之力就是最真最实在的利益给我们得到什么呢？成佛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佛学了只是呢证了阿罗汉果，还没有得到真实之力，证到必知佛果也不是，成了菩萨还不是，只有成佛才是得到真实之力。而佛来人间就是要来教导我们成佛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我还记得 Mr. Sim 来吗？你以前哦，1996年，我还记得你那时候听那个经，我讲48愿的时候，我还记得你讲说，你不敢成佛，因为呢，要三大阿僧祇劫，要看那么多大藏经的东西，怎么修修不来。然后他听了48大愿之后，他才知道说，哎，可以容易成佛，只要去极乐世界就可以成佛，所以他才想，哈，我要成佛了，不然他还不敢要成佛，觉得成佛很难呐。所以我就永远记得他那时候的反应。那现在他就是呢，愿意呢得到佛给你真实智力，因为他愿意要成佛。怎么成佛呢？他有一个 method， 他说我要去极乐世界就容易成佛了。我们大家来看这一段我昨天讲了哈，好，现在看这一段来。无量义劫难值难见，由灵瑞花时时乃出。 English. Even in countless millions of kalpas, it is difficult to come upon and meet a Tathagata. It is as difficult as seeing as an Udambara flower which blooms very rarely. 再读两次。无量义劫难值难见，由灵瑞花时时乃出。Even in countless millions of kalpas, it is difficult to come upon and meet a Tathagata. It is as difficult as seeing an Udambara flower, which blooms very rarely. 无量义劫难值难见，由灵瑞花时时乃出。Even in countless millions of kalpas, it is difficult to come upon and meet a Tathagata. It is as difficult as seeing an Udambara flower which blooms very rarely. 无量义劫难值难见，由灵瑞花时时乃出。这一段呢，是在讲佛是很难遇到的。首先，首两句是说的法。什么呢？一个什么法呢？无量义劫都很难遇到佛、见到佛的。譬喻后面是譬喻，就好像灵瑞花。灵瑞花就是优昙波罗花，这种花呢是时时乃出，时间到了的时候才会出来，时间还没到绝对不会出来的啊。就跟法华经的刚才我说那个法华经那个部分，后来有寄送，就是跟这个完全。是一模一样，我们读来，譬如幽昙花，一切皆爱药，天人所稀有，时时乃溢出。English. Even in countless millions. Like the Udambara flower. Like the Udambara flower, in which all take delight, which the gods and humans prize, for it blooms but once in a long, long time.这个是譬喻哈，幽昙波罗花，所有的人都喜欢幽昙波罗花，天人所稀有，这种花哈是天上跟人间所很难遇到的，它是3000年才出现一次的，所以时间到了的时候，够了3000年它才出现一次，所以就是表示说佛很难遇到，要久久呢，因缘众生因缘成熟了，佛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呢。还遇到呢佛的末法，我们已经是很幸运了了。我们赶快要逃啊，不要再轮回了，赶快去极乐世界好了。那我说要给你们看幽昙波罗花，
这个是他们说是的，我也不清楚，可以看一看。你看他那个有没有一条一条那个、哦？他说那个就是优昙波罗花，哎。这个人呢，他拍到这个花，然后他们就去问那些植物的专家、研究的专家，他们就说这种花呢是一千年才开一次，然后他们认为就是优昙波罗花。那这个人就是家里的盆栽哈、哦，不知道哪一个就开了这个花，结果他家香了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啊，香了很久，就是这种花非常香的。他就是讲说，他这个花他半夜开。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好像是医生还是怎么样？因为他那天很夜睡，突然间呢，在家里喝咖啡还是什么，很夜了，就闻到一股香，香的不得了。他就再去找，到底哪里有香？找到最后才找到他的家外面的那一些植物，他种的花哈、哦，才看到哎，开出那小小的花，然后呢，就原来就是从那个花。散发出来的香，然后就很多人哦，他家一下子就好多人去 visit， 这一个礼拜内很多人去 visit 啊，然后有一些专家也去看了，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优昙波罗花，说一千年才开一次的，绝对不是那种菌，有人讲是不是菌啊，有一种菌类啊，发出来的啊，从那个叶子跑出来的菌类啊。然后他们就 proof 说，这个不是那种菌所生的，这真的是一种花，是优昙波罗花，一千年开一次。他这样讲，那刚好我看是佛菩萨大概知道我们很真心要学无量寿经了，就我还没有讲之前就收到这个 email 说优昙，美国他们寄给我的说优昙波罗花有人看到了，就最近，那也就是在暗示我们说呢，让我们更 clear。我们呢要遇到佛出现一世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遇到了看不到释迦佛，但是还可以闻到他的法，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我们继续看，如来还在赞叹阿难，经所问者多所饶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 Your question is of great benefit and will enlighten all heavenly and human beings. 经所问者多所饶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 Your question is of great benefit and will enlighten all heavenly and human beings. 佛赞叹阿难，赞叹他问得非常好。他说经所问者，就是说经所问者多所饶益，这两句就是说你问得很有意义，会带给众生很多利益啊。然后呢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呢，就是那个利益了啦。首先说多所饶益，哇，你这一问呢就可以利益很多人。然后呢到底怎么利益人呢？因为你这样一问呢，我就会开示很重要的法，那么我所开示出来的法就可以教化无量无边的天人跟人间的人，他们都可以得到利益，他们都可以了生脱死，去极乐世界成佛。所以呢，你问的问题太好了，可以呢，开化一切诸天人民，让所有的人都大开眼界，知道还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可以念佛去极乐世界，比这个世界还好得多，没有生老病死的苦，又没有三恶道的苦，又没有做工的苦，又没有读书的苦，又没有种种呢为吃为睡为生病而苦恼的这些苦。极乐世界人没有生病的，也不会老，越老就越庄严，越有力量，然后呢气力越来越大。为什么呢？你在极乐世界修啊，修得越久，你就呢功夫就越来越高，你是菩萨啦，菩萨位证得越大，神通就越广大，力气就越大，所以越来就越庄严。那边就跟这边不同啦，这里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就要死了啦，对不对？那极乐世界不同，所以住得越久成就越高，然后可以修到变成等觉菩萨，像观世音菩萨这样，然后就等着成佛了，一生就搞定了。在这里啊没有哦，所以那边的寿命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像我们这边最长命80岁100岁，很快的转眼就过去。是极乐世界的所有人民，他们的寿命呢无量无边阿僧祇劫，
所以够时间给他们修，而且他的身体不是肉体，不是我们这个胎生所生出来的，会越来越老，然后五脏六腑会越来越差，然后变坏，然后就坏掉了，就不能用，就死了。那边没有，因为是莲花化身，清香，然后呢又很有精神，不用睡觉，也天天都充满精神的极乐世界的人民。那真的觉得想要给自己更清爽，可以啦，就去那个八功德水震一震，泡一泡，再起来呢，精神就饱满了，很不可思议的。而且他说那边的水哈，你想说我的水只要泡到我的膝盖，它就 automatic 到膝盖，而且我要到腰部，它就跑到腰部来。每个人怎么想，就每个人就感受不同，就同样在一个同样一个水池里面。妙的不得了，想要吃什么一想马上就现出来，根本不用煮，也不用买菜，也不用准备什么那个碗碟，吃了又刚刚好，不会太饱也不会太饿，然后呢又不需要大小便的那种，看了就可以饱了，又可以那样子，不可思议。然后那个吃完了，他说那些用具全部就不见掉，不用收拾的，这就是所谓的说那里太好太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就是阿难尊者是我们的恩人，因为他懂得问法，佛才会讲无量寿经，让我们更了解要去极乐世界的方法，而且那边多么多么好，让我们呢去向往，去求生西方，就可以呢去那边成佛。我们现在看啊，现在呢次听许说广举佛德明己能说先明果圣。现在呢佛先赞叹阿难，首先他先讲我来人间的目的是要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来成佛的。那么你现在一问呢，有关说我是住在诸佛所住啦，住在奇特之法啦，我是在行如来之德啦，住最胜之道啦，你这样子都是在讲佛的德恨，佛的力量。然后呢就问我为什么会这么开心，是不是想十方诸佛。你这一问啊真的非常棒，你可以呢令很多众生得到呢大开眼界，然后得到教化，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呢我非常欢喜，愿意来讲。不过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之前，你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啊，次听许说，叫你要注意听，然后答应要讲给他听。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所导欲慧见无碍，无能二觉。 Ananda, you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Tathagata's perfectly enlightened wisdom is unfathomable, capable of leading innumerable beings to emancipation, and that his penetrating insight cannot be obstructed. 再读一遍。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所导欲慧见无碍，无能二觉。 Ananda, you should realize that the Tathagata's perfectly enlightened wisdom is unfathomable, capable of leading innumerable beings to emancipation, and that his penetrating insight cannot be obstructed. 你们现在注意啊，这一段完全跟刚才我给你们看的《法华经》一模一样，它只是文字比较短一点，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真的是成佛的经。这部是更加 shortcut 成佛的经，《法华》是成佛的经，这是 shortcut 成佛的经，成佛捷径的经，明白吗？你看他讲阿难当知，阿难你要知道，如来正觉其智难量，他说如来也叫正等觉。他的智慧是难量，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佛的知见跟难量。他说刚才讲了很长，有没有？法华经他说很多人是不能测量的，谁也不能测量，有没有？刚才不是给你们看吗？那一些寄送啊，完全都是在讲 这四个字罢了啦，其智难量。法华经是比较长嘛，讲长一点啊，有没有？刚才我们读有没有？如来知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这个都是讲他的知见，就是他的智慧。佛的智慧就是这一段。佛的智慧是什么？有无量无碍的广大深远的知见，有实力是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能够深入这些境界，成就这些境界，就是佛的智慧，佛智。然后你看接着下来他说什么呢？然后不是还有这一段是 tally with this 这一段，
你看多所导意，多所导意就是说很懂得去领导众生，也能够呢悟入佛的知见啊，他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多所导意就是这一段，大家读：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好，这一段就是他能够用各种方便的方法来讲经说法，让众生听得欢喜，能够明白佛智，也能够号耀成佛。还有下面这一段也是讲到说佛怎么样子用种种譬喻言辞来教化众生。你看读这一段你就明白，也是多所导意的。舍利弗，汝等当信佛之所说，言不虚妄。舍利弗，诸佛随意说法，意趣难解。所以者何？我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演说诸法，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唯有诸佛乃能知之。你看佛的智慧是难测量，然后呢多所导意，但是呢佛有办法用种种因缘譬喻言辞巧妙的言说，让众生呢明白，然后也能够呢就是被佛引导而来学佛成佛。所以这个就是多所导意。然后难量呢其字难量难量就是这一段呢很难测量的，就是前面所说的很多人都一起来去衡量佛的智慧都没办法。我们可以再读回去那一段，你看：世雄不可量，诸天及世人一切众生类，无能知佛者。佛力无所谓，解脱诸三昧，及佛诸语法，无能测量者。你们要先了解，佛力无所谓，解脱诸三昧，种种的法都是佛的智慧，是众生不能测量，就是其智难量的意思。然后还有他说：假使满十方皆如舍利弗，尽施共度量，不能测佛智。有没有？也是其智难量。还有：正使满十方皆如舍利弗，及于诸弟子亦满十方刹，尽施共度量，亦复不能知。必知佛力智，无漏最后身，亦满十方界，其数如竹林，师等共一心，于亦无量劫，欲施佛时智，莫能知少分。所以刚才讲那个舍利弗力智，必知佛力智是指那些住在最后一生要变成必知佛的那些必知佛，他们是没办法知道佛智了。然后呢连心发意菩萨供养无数佛，了达诸意趣，又能善说法，如道麻竹尾充满十方刹，一心以妙智，于恒河沙劫衔接共思量，不能知佛智。不退诸菩萨，其数如恒沙，一心共思求，亦复不能知。这么多寄送这么多句都是在讲什么？其智难量，然后还有多所导意，慧见无碍他的智慧呢，那个见呢，知见呢是没有障碍，无能二绝，没有人能够呢阻止把佛的智慧卡掉啊。有些人你看他们本来懂很多东西，出来讲什么都忘到光大众威德位啊，你们知道很多东西，叫你出来讲就讲不出来就是大众的威德使到你阻碍了你们的慧见，发挥不出来，明白吗？这个就是有限公司了你要 train 你自己 train 到能够慧见无碍，无能二绝，没有人等一下呢吼你一声你什么都忘光了，看到鬼什么都忘光了等一下看到什么一只猫也忘光了人家喊一声你也忘光了，你什么慧见都不见到光了，就很容易给人家障碍你的智慧，这个就是凡夫。可是佛的慧见是无障碍，无能二绝，没有人能够阻挡让佛的知见不见掉，不能发挥，也没有人能够呢把佛的知见断绝掉，是受得起考验的。所以呢我们听经闻法，听了还要去行，行了呢还要去证，那才是真正 有用的。或者听了很好很好，出去呢遇到境界呢又发脾气，又来伤心，又来难过又来那个被境界转到团团转，这个就是知是知没有行，
知行没有合一，你没有知行合一的话，你听那么多跟你生死没有关系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一定要 train， 我现在这么法喜，我回家也是法喜，看到鬼还是法喜的啊，看到狗也是法喜的，狗咬你的衣服也是法喜的啊，遇到什么事情你都是法喜，你这个人呢是真正的听法行法，法喜一直永远传流下去，这个就是属于说你遇到境界你还是智慧，那个法的智慧还是没有障碍，不会被那个境界障碍到不见掉了，明白吗？然后有一天我们真的生病了，我们也不要被生病呢弄到我们呢没有快乐了，那这样呢也是属于你的智慧呢被生病呢夺走了，那被那个生病了那个种种的病啊疾病啊被他呢弄到你的智慧不见了，你只有烦恼，因为呢烦恼一出现智慧就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变成说我们遇到困难遇到种种的障碍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就落入烦恼或者是说被境界转，否则的话呢我们实在是不是慧见无外无能二绝，很容易境界呢就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法喜呢给夺走，我们千万不要那样子，我们要努力哦，慧见无外无能二绝，这就是佛的能力，广举佛德明己能说，然后他要说明他自己是能说法的人。不过这一段呢慧眼大师也有很多解释，我们来看来。先对上阿难所念明佛慧圣，以一参下对前阿难所见诸根越狱等事明佛身圣，明慧圣中如来正觉总举佛智，其智难等别以显圣，其智难量明智深也，穷正涅盘甚深法性故智难量明智深也，此则是前住佛所住难量之智正法明住。 OK，这一段哦，慧眼大师说是对着阿难刚才所念，阿难说我心念言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有没有？我心念言，我现在心里在想佛您一定是住在呢奇特之法，今日世雄住佛所住，有没有？我心是这样子念，他有五个念头嘛，那么就对着他 那五个念头佛呢来说明佛的智慧是殊胜的，因为他所提出来的那五个念头都是描述佛的智慧嘛。昨天我们讲过了，所以首先啊，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就是讲佛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测量的。其智难量呢，多所导意哦，这个是特别显示出来呢，佛的那个。首先如来正觉是指佛的智慧，如来就是已经成就正等正觉无上菩提，正等正觉这就是佛智，最高的智慧就是正觉也就是佛智。然后呢佛智是怎么样子殊胜呢？第一其智难量，就是表示佛的智慧很深，没有人能够测量的。然后呢再来穷正涅盘甚深法性故智难量，为什么佛的智慧很难测量呢？因为佛已经完全证到涅槃最甚深的法性，法 有法的性跟法的相，你们所了解的都是法相，好像你看到这个 laptop 它什么作用，这是法相，它的性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的。那么现在呢是最甚深的法性就是涅槃啊，那佛已经完全证到涅槃甚深的法性，所以智慧是难量，智慧是很深。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今日世雄住佛所住，他们都是住在诸佛所住的境界，就是大涅槃的境界，是难量的智慧。然后多所导欲，大家读多所导欲明智广也，此则是前住导师恒。好，多所导意是对阿难所说的第三个念，就是今日是眼住导师之恒，他说嘛，今日是眼住导师之恒，他说佛啊您现在是住在导师之恒哦，你在引导众生，就是这一句咯，佛 很懂得导欲众生领导众生，就是多所导意，就是在回答阿难，没有错，不错的啦，
世尊就是多所导意，很会引导众生，就是阿难所说的今日誓言助导师之恒的意思。然后呢，慧见无碍，大家读慧见无碍，张智自在，一诸法门知见无碍，此则是前行如来德。慧见无碍是在彰显佛的 智慧很自在，他绝对不会、哦、在某一个情况之下智慧不见掉，他智慧永远存在，人在哪里智慧就在哪里，绝对不会智慧不见掉的。好，你像现在你们自不自在，你们现在人在这里，你心有在这里吗？都有吗？你心里有在这里，没有跑去家里、哦、那你就是自在，暂时听经的时候自在。那你要能够train到你不管在哪里，你人在哪里心也在那里，就是自在，自己真的有在，心里有在那边，不是身体在心跑到别地方，那个就是不自在的人。不自在的人、哦、他心不在焉，他在这边念经，他心里想别的东西，这个是一种不自在的境界，你知道吗？这种人很惨，我们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常常、啊、做这个心就跑到别地方，久了的时候啊，习惯了、哦、以后啊，像譬如说现在应该睡觉你就睡不着，因为你在想别的事，然后再来死的时候，现在应该死你就死不了，因为你很多事情放不下，习惯不能专心做一件事情，该死就死，该睡就睡，该吃饭就吃饭，该听经就听经，该念经就念经，我们都不能专心，不能自在哦，习惯了哦，到时应该做什么的时候都是心不在焉，死的时候也是心不在焉，没有 ready to 死啊，没有 ready， 没有准备好要死的时候啊，这样子的死法会死得开心吗？我问你们，心里没有准备而死的人，你说他会死得开心吗？一定很苦恼的，眼睛张大大不敢盖，要睡觉的不敢盖眼睛，真的是这样子的。那他就是没有做好准备，说他不肯死，心里没有准备好。那就像我们心里现在明明是来听经，或者明明来念经，心里准备是来念经，可是偏偏念念一半又跑去别地方了，想别的东西啊，不能专心，这就是很不自在的人。自在的人他做什么他都能够专心，听经也专心，念经也专心。所以我们要学咯，真的要学慧见无碍，智慧自在，于诸法门知见无碍。佛呢能够对种种法门他能够知也能够见，对一切的法门都能知见，没有障碍。 Know and see all the dharmas without obstructions。 我们呢境界一来法门都忘记了，什么都忘了，对吗？那个就是说对法门的知见是有障碍，没有境界来考你的时候心里充满法，境界一考你那个法就不见了，那个就是法门的知见有障碍，有时存在有时不存在、佛呢就跟我们不一样、哦、所以他是慧见无碍，此则是前行如来之德，这个叫什么？行如来之德。今日是因、是助最胜之道，然后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那一句呢是讲行如来之德，是讲佛有实力是无所谓，证到种种的法他已经很自在了，因为证到法的人、哦、去到哪里那个法就带到哪里去，我们是还没有证到，所以呢我们常常丢掉啊，把法丢掉，然后 把烦恼拉提起来，把法丢掉，我们是 upside down、哦、肮脏的一直抱住，然后好的一直丢掉，就好像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吃好东西不是吃进去吗？然后要把坏的 丢掉了，对不对？把那大小便要丢掉嘛，吃的食物要吃进去，好的吃进去，坏的要把它丢掉啊。吃饭是这样嘛，每天过日子这样才能活、哦、如果你只会吃好东西不会丢掉坏东西，你会死哦。没有大便的人会不会死啊？吃再多也没有用啊，一定是很辛苦啊，对不对？身体都不能接受不了，你看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了呢，大便一直在里面，肮脏东西，粪便不能留久，一定要丢，不丢我们很受不了，我们一定会很辛苦很辛苦，那天如果不上厕所，对不对？那你看身体都不能够接受，何况法身。所以法身也 亦复如是，法身要吃的是什么？佛法，对不对？我们的法身，我们这个是肉身，肉身要吃东西，然后呢要排出来那个不好的大小便，
然后现在我们的法身也是有这样的过程，亦复如是。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样资入我们的法身，越来越有力气呢？我们要听法，听种种的法，种种的法门刺进去了之后呢，听进去了之后，要不要排出来？排什么出来？排你的烦恼、你的贪嗔痴、你的我见、啊、你的愚痴、你的懈怠懒惰，种种无惭无愧，种种的毛病要把它排掉。不然呢，你不排，你一直举很多法进去，可以消化吗？也是不能消，也是很辛苦的哦。有听的你没听，没有得到好处啊。所以这个跟吃饭是一样的事情，吃饭消化是一样的。那所以这里呢，就是说什么呢？行如来之德的人，他正道法的人，他就是真正已经排掉那些毒了，所以他的法门不会丢掉。而我们如果把那个里面的毒没有排走，我们的内心的那种贪嗔痴没有排掉的话，他就会时时在里面作怪嘛，让我们很不舒服。所以为什么境界一来呢，那个烦恼心就跑出来，然后法门就不见了啊，法门那个种种的法起不了作用，因为那个不舒服的烦恼呢，它比较强而有力。就像一个 example， 现在呢，你已经一天整天没有排便，或者两天没有排便的话，那你现在虽然肚子饿得不得了，然后你要吃东西，你也是哈，多么好吃也吃得很辛苦，因为你这边很辛苦，他的辛苦很强到让你呢没有办法 enjoy 那个 food 了。就像说你在听很多很多法，但是你烦恼也是很重的话呢，你听多少法的话呢，也不能 enjoy 那个 dharma， 因为境界一来，烦恼又跑出来。不是 Dharma 跑出来，因为 Dharma 不能拿来用的话呢，法不能拿来用呢，就不会法喜，你也快乐不起来。所以听了很多法出去之后呢，还是烦恼一大堆，还是快乐不起来，因为你烦恼太强了，还没有排掉，太多太多没有排掉。所以法门呢变成多么好哈，都是起不了作用，就好像多么好吃的东西呢，都让你觉得没有什么好了，因为你那边很辛苦，肚子很辛苦，烦恼令你很辛苦。诶，很妙哦，我们讲这个 analogy 啊，比较明白了哦。这样还是心甘情愿把烦恼排掉好一点，不要起烦恼，不要想东想西，不要想 negative 的啊。慧见无碍，那无能二觉，我们现在看无能二觉来。无能二觉显其至圣，不为他人之所养二觉，显其圣相，名无二觉，此则是前住最圣道。无能二觉是显示出佛的智慧很殊胜。 Cannot be obstructed means his wisdom is supreme， 没有人能够呢阻碍或者断掉佛的慧见，绝对不会因为别人很仰慕他，他就断绝了自己的智慧。就表示说佛有殊胜的相，佛的殊胜的相会不会因为众生看到佛这么庄严，然后佛呢就起了贪嗔痴，然后他的那个庄严相就不见，会不会这样呢？不会了。那凡夫还会哦，凡夫修久了就会很庄严的，但是呢他如果让人家看到说哇你越修越庄严哦，然后他听了他很高兴，他又起了功高我慢心，然后他又不精进了，他的庄严相又会丢掉了。这是凡夫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别人仰慕你 而你受影响，你就会把你的慧见啊什么都断绝掉。那可是佛不会，他的圣相呢永远不会被断绝，因为他是住在菩提道，住在菩提道永远都是充满智慧充满菩提。你说我很庄严，你看我很庄严，你也是看到空，因为佛有菩提嘛，知道万法皆空嘛，所以你讲我很美也是空的，你说我很庄严也是空的，你也是空，我也是空，所以呢我听到像没听到。因此他的 觉性很强，那菩提很强，因此他住在最圣之道，所以他的智慧不会给人家障碍掉而不见掉。而我们凡夫的人哦，如果呢定力不够，你有什么能力啊，你定力不够啊，你发挥多了哈，你会退的，你会被境界转到你后来就退掉了，退失了你的那个精进，退失了你的智慧，这是很可能性的，所以要很小心啊。这个是讲到佛的那种力量，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
With just one meal, he is able to live for 100,000 kotis of kalpas, or an incalculable and immeasurable length of time, or beyond. 再读两遍来，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With just one meal, he is able to live for 100,000 kotis of kalpas, or an incalculable and immeasurable length of time, or beyond. 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With just one meal, he is able to live for 100,000 kotis of kalpas, or an incalculable and immeasurable length of time, or beyond. 佛又在告诉我们他的能力，他说，我可以用吃一顿饭的力量，吃了一顿饭就有力气嘛。他只要吃一顿饭，他就可以让自己活多久？一百千劫，无量无数劫，这样长的命了，吃一顿就可以活那么久，我们可以吗？吃一顿只能够 survive 一天呢、啊，最多第二天、第三天或第七天再不吃呢，这样了了啦。寿命只能够一餐给你住最多七天啊，啊，看你的能力啊，禅定功夫，不然的话呢是一定不久的。啊，那么可是佛不同喽，佛吃一餐呢、啊、就可以活很久了咯。一百千劫无量无数那么长，我们看解释来，下明身圣，这是在说明佛的身体很殊胜，他不用吃那么多，吃一次一餐就够了，就可以活无量无数劫了了哈。以一餐力能住寿等约化显实，名佛体长。OK。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是在讲有关于佛教化众生，他能够呢，只要靠吃一餐，他就可以住好久来教化众生，显示出他有实在的实力啦，是属于实力派的啦，名佛体长啊，佛的体是长的，自信是长的嘛，所以佛体是长，所以佛所生出从那个当你证到自信的时候，法身一证到呢，报身化身呢都很不可思议的力量了，可以呢活很久很久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说，因为你证到常乐我净的那个体，因此你就可以起那个作用，你只要吃一餐你就可以住很久很久的寿命了啊，这个就是体有这样子的用，它的体是长，所以用也就很长。OK， 大家读，以时长故，随化现受一餐之力，能住多劫，身无衰损，亦得名为约时显化。什么意思呢？因为佛他的实力是长的，他的 substance is permanence。所以当他呢从他的本体产生出来那个相跟用，体相用吗？那天我们讲你有那个本体，你的本体如果是长的话，你的相跟用也就长。我们在凡夫这个身体，我们身体是长还是无常？是无常，所以我们那个样子也是很无常，对不对？你看啊，今天40岁有40岁的样子，明年有41岁的样子，然后50岁有50岁的样子，有没有？那个样子一直在改，相貌一直在改，因为你的体是无常，所以你的相貌也是无常，然后你的能力你的作用也是无常。现在40岁可以拿几公斤啊？40岁可以拿几公斤？你们男众啊，可以拿几公斤？32 kg 啊， OK， 32 kg。 50岁的时候可能剩30 kg， 60岁的时候呢可能剩20 kg 了，70岁只剩10 kg 了，你的能力呢越来越差。现在你可以做很多事，再久一点，你越来越能力越来越差，因为你的体、你的身体呢是无常，你的作用跟你的相也是无常，所以我们才要说修嘛，修到成佛，得到呢真正的本体，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的体是常乐我净的。当你呢得到这个真正的体的时候，得到涅槃的时候，以后你所能够产生出来的相呢，也就是常的，然后作用也是常。佛有没有办法？会不会说做工作了20个小时就累的呢？
绝对不会的，他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一点都不会累的那种，就是因为他已经回去他的自信了。我们就讲自信，回去本体，本体是常，所以他的能力也是常。你们要看的话 OK， 这个呢，有关这个就可以 connect 去，我可以给你们看华严经啊，那个可能明天我们才讲，现在我看我还要讲，还没有讲完这一段呢，先讲完这一段呢。说佛呢能住多劫身也随化现受一餐之力，因为呢佛他已经是很实在，他不是假的，他真正成了佛，佛就是常的，所以他现在呢从他的本体要发菩提心，还发大悲心来教化众生。因为佛有发过愿，发什么愿呢？他要修十种清净思，第九个教化众生师乃至道场不舍故。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都已经有发过这样的愿，我要呢教化众生，乃至于我成佛我都要继续教化众生。所以当佛一成佛之后，就证到这种体涅槃无常乐我净的境界。因此从这个住在大涅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教化众生的功用呢，就很强很强了，不会有累的一天。所以随化现受，所以他只好他怎么样呢，他就示现嘛，示现教化众生。所以佛还是来到人间，他还是要吃东西的，佛每天都吃一餐呐，他是日中一食，他还是要示现吃东西啊，因为要教化众生啊，怎不能够变一个怪样啊，不吃东西，然后人家说你是怪物就不学佛了，对不对？所以他还是要示现吃东西的。那他随化，可是他力量跟一般人不同，他可以示现自己只要吃一餐，用吃一餐的力量就可以住多劫，身体不会损坏，不会衰败，亦得名为月食显化。这个叫做什么呢？按照什么来讲？因为他已经是有实力，所以他可以显现教化众生自在无碍。这下对读最后一段来。文中出言，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张命长也。这一段在彰显什么啊？佛的命是长还是无常？长的。这里在暗示我们，他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这样子呢？也在暗示我们，他将要介绍我们去什么地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也是可以这样子，吃一餐就够了，吃一餐就可以住无量无数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用吃都不用吃都可以了，只要吃一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你，我现在能这样，你们也可以的，只要你们去极乐世界，你可以跟我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有这个能力。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如果他们的所证的位越来越高，他们就最后就不用吃了。刚刚去像我们这些 baby 刚刚去的人要吃的，他说开始要吃，慢慢到最后不用吃了，就看了就饱，然后再来以后再也不用吃也没问题了，就是妙啊，这个就是妙啊，跟凡夫是不同啊，这是佛的境界啊。阿弥陀佛多么慈悲，他说我就是要成就这样子的世界，让人家享受涅槃的乐，涅槃就是不需要吃东西也可以活的啦，明白吗？那你去到极乐世界，你还没有成佛，你都可以享受涅槃的快乐。所以说到一段日子之后，我们在极乐世界我们就不用再吃东西了啦，出可以。所以他才说可以要吃什么食物就现出来，然后有种种波，有金波、银波、琉璃波、玛瑙波，什么波都可以，你喜欢什么波他就现什么波，然后吃完他就不见。他那个无量寿经后面有讲到这样子的描述那边的生活，那也就是告诉你那边就是那么样子的自在快乐。然后还有呢，你会有像佛的力量，这样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而且呢你的命也是很长，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所以在这里他先讲他的能力，他绝对不会呢一种专利啊，说只有我佛可以这样，你们不能，不是。他正要告诉我们秘密，我们也可以像他那样，只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再来读这个了，哇！可是这个我看时间差不多，因为这个是接着下面这个的啦，
好了，我们读完这个来。复过于此，诸根越狱不以毁损，姿色不变，光颜无异。Even after that lapse of time, his senses will still be radiant with joy and show no signs of deterioration. His appearance will not change, and his august countenance will look just the same. 再读一次啊，中文。复过于此，诸根越狱不以毁损，姿色不变，光颜无异。佛说啊，我可以用一餐的力量哦，就可以呢让我活，一百千劫无量无数那么长的命，甚至于更久都没有问题。我可以让我活那么久，而且永远都可以保持六根。五根，猪根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都是很开心的样子。你们去看人家打二七哦，那些不要讲打二七，有些人就是去那个参加什么 course 啊 ，fasting 的 course 有没有？说要排毒的 course 吗？啊，那有些人呢，如果呢，身体差的，排起来就脸色看起来就是不是那么光容光焕发，在排的时候，因为没有力气呀、啊。吃的少了吗？那佛呢就不同了，他吃一餐他可以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么长，但是永远都保持、哦、容光焕发，诸根越狱很好看的样子，不以毁损，而且呢身体呢不会呢因为呢好几万年没有吃了，就越来越没力气了，好越来越差了，心脏也跳得慢了，然后走路也慢了，不会这样子的。他的 organ 呢，他身体里面的一切的功能呢、哦，不会毁损，姿色不变呢，而且他的那个美色啊，他的那个样貌啊、哦，是不会变的，光颜无异哦，所放出来的光跟他的容貌没有改变，跟当时刚刚吃饱一模一样。我们刚吃饱是充满 energy 啊、哦，第二天的时候，如果你不吃，你下午不要吃，你们吃两餐就可以知道了。吃两餐，你中午吃了一餐，然后等到第二天再吃的时候，你第二天早上再抖了，有些人就会抖，有的人晚上就抖了，他就已经哈、哦、姿色变了了，变得苍白，因为饿肚子就苍白，然后当然更没有光啦，容貌也不一样了，跟刚刚吃饱就不同。可是这里说佛就不同了，复过于此，诸根越狱不以毁损哈、哦，不以毁损，然后姿色不变，光颜无异。那我们看这里，这个表示说呢，佛的身体是长，刚才那个生命很长，有没有可以住寿命这么长，现在就讲他的身体是长，永远都是这么样子，诸根越狱永远都是那么欢喜庄严好看。我们读一下来，诸根越狱不以毁损，就上所现诸根越狱，名其常德，姿色不变；就上所现姿色清净，名其常命，光颜无异；就上所现光颜微微，名其常定，上来就果，名佛身慧二种俱胜，下次举因显成前果。好，诸根越狱不以毁损，这一句呢是说，因为之前呢佛要讲这部无量寿经啊，他先现什么相呢？诸根越狱姿色清净光颜微微嘛，所以这一段佛又自己讲他自己，他说我可以这样子的，我不是现在才可以诸根越狱，我只要呢吃一餐呢、啊、我就可以让我住寿命很长很长，然后我身体也是永远不会变的，永远都可以诸根越狱不会损毁，然后呢我姿色永远都是光颜微微不变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常，他有常的德行，常乐我净的常。This means that you see this one、his senses will still be radiant with joy and show no signs of deterioration、that means、he has the virtues of permanence, permanently the body look like the same。然后呢姿色不变呢，就上所现姿色清净，名其常命，就是说呢他的姿色永远不会变，表示说他有很长的命，永远不会变老的意思啦，不会变损坏。然后呢光颜无异呢，他所放出来的光跟容貌呢都是呢微微，表示他永远都在定中，
不会放一放光，然后光又不见了，没有定力再放光了，不会的，永远都是有这种定。上面就是讲有关佛的身跟智慧两种都很殊胜。哪一个是佛的身呢？就是说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量无数，然后复过于此诸根月意不以毁损，姿色不变，光颜无异，这个是讲佛的身体呢是很殊胜的。然后他智慧很殊胜，是其智难量，多所导意，慧见无碍，无能二绝。所以 这两大段就是在讲佛说他自己的德恨，他的智慧无碍，他的身体无碍。他的身体呢是属于怎么样呢？永远都是如此的，命也是永远如此的。这个表示什么？阿弥陀佛的两个德，什么无量，什么无量光无量寿，智慧就是无量光，寿命也是无量。佛讲经说法很巧妙，还没有介绍阿弥陀佛之前，就先告诉你说我是能够有无量的智慧，我那个智慧呢是没有人可以障碍到它，让我的智慧不显现，这个在暗示无量光佛。然后我的寿命呢，我吃一餐就可以活那么久，我永远都是那么庄严好看，不会变的，不会改脸色，永远都是充满光明，充满容光焕发的样子，庄严的不得了，这是表示无量寿。还没有介绍阿弥陀佛，就在他的说法当中一开始就已经暗示阿弥陀佛了。那我们明天后天我们还有两堂课，我们现在回向。